今天呢算是非常热闹了，对，新有旧，先聊旧人好，对，我们先旧人，对，旧人，旧人不去，新人不来 ，Yes， 那请你们先离开，所以很久没来了，对，反正最近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好久没看到，对啊，你好久没看到什么文法？好久没看到你，你好久没看到你，你最近又喝洋墨水，太封闭了，应该要常出来，感情出了问题吗？啊，有很大的问题。最新的鸳鸯大道，两个，对，你们是荧幕 CP， 亲一下，亲一下，爱恋干嘛？鱼板好像很破。好像赞了，要给我点面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没看节目是不是？你别传赖，不是你。艾丽儿今天传赖说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爱欧总。他说，他说，我差点 hold 不住我的小心脏。小心脏什么词啊？这里啊，你刚刚在里面的都传了吗？对，对，他都好恐怖。好，那你先说，欧总里面你最爱谁？哎呦，又是秋华姐。对，这个必问啦，这个必问啦。我就直接跳过了。对啊，你选到就可以拥抱一下。真的吗？还假装选，早就有了，好不好？有啦。谁啦？谁？潘金莲。我知道他喜欢比较黑的，然后他喜欢那种有魅力的，跳舞魅力，有魅力的。潘金莲会跳舞。潘金莲会跳艾丽儿舞蹈吗？有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是我学姐。对。学姐哦，动用关系，这么突然吗？可以，哎，还是好，不然老师你有随机一个音乐吗？来啊，给你的音乐，没有，你们互相不要舞蹈相遇，舞蹈的相遇，舞蹈双人双人舞蹈相遇，我们来当紫禁之巅，不要打了，紫禁之巅很好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啊，你看，你没有紫禁之巅，要疯哦，就是一个不要再打了。一起！你要用女的，你要用女态的，不要女生，女态的，不要一起互动，你要一起。五六七八，要拼，要互动 ，PK 舞蹈。跳，跳，跳！这个音乐很难跳。啊！是音乐，不要跳。好厉害！六七八，我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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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好，那借我一下，借我一下。借一下，借一下我。哇！好厉害！你懂了呀？我懂了，对呀。来，再一次机会。不会演啊？关键也 OK， 我演。我演。我演。你在叫什么？不是，我说他也很会跳。他很会跳。前面的是什么相亲？相亲节目吗？相亲可以剪成一集。对呀。而且我甚至还没有介绍他们，还有他自我介绍，甚至哦 ，OK OK， 好，我们这边聊完了，聊完了，这边欢迎欧总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，我是子强，我是幻君，我是嘉诚，我是祖安，我是文婷。好的，那你们是有发行新作品？对，我们全新 EP Unicorn 已经在各大平台上架了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。耶！ <Yeah. S 2> 然后我们的专场就是之后也会开始陆续筹备，然后想要知道详细的资讯跟时间地点的话，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账号这样子。没错，然后请大家多支持。好的，好的，非常的害羞的男团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要用体力活的，是，应该体力锻炼还不错啦，小伙子，你们体力，你们自认团里体力谁最好？体力最好的今天有事情没有来。哦，那你的第二个还好，所以对啊。第二好的应该是文婷，她后空翻。哦，对，翻一个，翻一个，你
你现在可以随便这样上去吗？好真的假的？不然哦，我可以地板小小的，好小小的，我们继续说，小小的，小小的，小小的，专题超大的 ，Let's go， 不要小一个专题，对你，哇，可以。我们其实等一下要选人，我们需要一些那个想法，对对，一些路，一些还有谁有一些体力的活，体力招，幻君应该可以吧？幻君，体力招，体力活，决定决定。好，欢迎十位来挑战我们鱿鱼迷游戏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今天会玩三关的游戏。那只要挑战成功就是一张奖励签，那如果挑战失败会有一张惩罚签。那你们当中最后有人可以有机会挑战我们最高3000元的奖金。但是也有人可能要接受我们的惩罚。今天的终极惩罚叫做心存感激终极惩罚。心存感激。没错，那是什么？我们最后才会给你们。不是去鸡舍吧？鸡舍感激。真的好大，我要拉出去拍个外景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先进行第一关的分队。今天是两位主持人当队长，然后来选人。那我们就猜拳来选队。第一关决战组网球，两队进行3-3的组网球对决，连续弹地两次或者是3棒内没有击回的话，就是对方得分。那游戏过程当中，你们可以随时替换队友上场。那哪一队先获得13分，那一队就直接获胜。好，好，那请问你们的先发对手是？组完幻君跟一个艾莉，跟一个艾莉。OK， 来，你们刚练习，你比较厉害还是你比较厉害？他比较厉害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先拍。好，那嘉诚先下来。好，三个先上去。对那个淘汰，对那个淘汰赛。说不定嘉诚。我们可以这样。我刚好先说，你们失去5分，我就要换人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因为我们是这一关的扛把子，对，真的是比较少输的那个。我们三个不会输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会。打到很近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他们都很高。好好好，那我好，那你们双方先派一个人出来猜拳，决定谁先发球。来，凡雀。好，凡爱。来，凡雀。剪刀石头布。耶耶。你要先发，没事。你要先，我们发吧，我们发。OK， 好。对，来。那我发。灵活要救球。你们要接球的人要画线啊。对，我来。你们要灵活，不能停在原地。灵活，沟通，沟通。加油！加油！开始吧！我们队长好严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那个不行，好不好？艾丽，艾丽，我们找到了，小艾丽，一次，来，抽签，1-1，可以点一下，应该点。本来我先观望一下，好，你脚小一点，8-8，Go， 来，可以，放底来，很好，哦，有，可以来，来补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个，来，顶啊，升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要站在原地，讲几次。我们的球，谁放都可以。反正是我。Let's go。好，2-1。出界，出界，出界，出界。Yes。没事。记住那个力道就好。给我一次机会发球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张凡凡，请你下来。冠军发球，好。他们一直往我这边，没关系。啊！发球，可以，子祥发球，很好，给他一个。你看这个，哇！哇！
安的头。维尼的头又怎么了？不一定啊。哇，不一定哎。好看啊，头头大战。来，第三文婷发球。方文婷。我看文婷他们会一直攻打交锋吗？对你发，小心他的头。不担心啊。艾丽。哎，救！最好补一下，小心他要杀。我要笑死！伪球，你的球根本在原地。哎，你们换人了，换人了，狗要下去。我们换人了，狗还可以先继续。你要，我要吗？加油！因为我们现在来啊，没有就换了。好来 ，OK， 好来，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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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，你发。好看，好看，烂，他很烂，怎么发？真的。他跟他一样哦，先说他们是一样的。对，好来。他刚刚也没有否认。啊呜！好激烈哦。我还没踢耶，鬼进站的球，下去，冠军发球，好，在场上，太气，什么意思？冠军，5-5，好来，嘉诚，嘉诚，加油，有，哎，我，昨天，谢谢嘉诚，啊，我，小心，对的。冠军可以的，好，换客。我下。昨天，我不是昨天，没事。好，小师傅两次。换不可。6-6哦，6-6紫香花，还是6-6哎，好激烈，好激烈哦。来补一下，补一下。可以，好帅。来，不，紫香。两次了。球停在头上，你快吓死我了！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，没有力气。台湾要退，我们的球棒，我要什么？是江丽萍，我是西安教练，有吗？拱吧，他还是哇，这什么？真高！我抓小赖，小赖上我台上，7-7，对不对？7-7。好了吗？我刚刚往这后比完就好。对啊。inside，来补一下，来，好，厉害一下，再来，我打不了，出，打不了，出，我会打的比较安全一点哦，先跟你们说，没有，他头很灵活，好恐怖，怕冠军，我们要赚钱呐，你们很赚，你们真的很强，你，有，可以。史上第一次，怎么会这么激烈？告，换句告。没事，我们该被转发。转发。好累，我笑得好累。来，笑得好累。来，什么意思？笑屁呀！没事，没事。求你死，好激烈！为什么要这样叫啊？好紧张哦。导演，出电！赚钱！10-10哦！耶！
11比10，稳稳的就好，稳稳的，好恐，好恐，面色大好，对啊，对，对，来，不，啊，有，他爆了两次，哇，对啊，恭喜恭喜，11比11，太小了，你现在，我好拼啊，我好拼啊，好爱啊，这是澡堂，11比10，我没粉，我好紧张，11比10，主安要攻，主安也会发球，对。OK 啦，他们拉了，我拉，我压力好大，加油，赛末点，哦，我来，啊，我，他们攻他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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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好，那所以我们小赖队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一张奖励签，然后尾气队就是获得一张惩罚签。好，那我们要先进行下一关的分队。那我们下一关会直接分成欧众队，然后以及其他是鱼百队。那所以我们先站。好，那等一下就是请你们自己排出1到5的顺位。好啊，第二关夺命跳树干，两队按顺序派出一个人在起点划拳，拳要划什么你们可以自己决定。那划拳获胜的人，你可以决定要自己跳还是对方来跳。那你可以跳到就是踩到空心箱子，你就会被淘汰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看哪一队先到达我们的终点，或者是有一队先被淘汰的话，就是另外一队获胜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抽出我们第一个的号码是谁要顺号？小马，不要三号。不要2号，不要5号，3号。没有我们是倒序还是顺时？我们就要顺时下去。3、4、5、1。3、4、5、1。我是中立，爱战斗的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小辣椒有啊！哎，先说最好是要做美喽，就是做。但是你赢，你才能一直好。对，顺序到中间，那就完了。数字全是50、15啊。好的，我刚完了。平常没有喝酒，是不是？没有喝酒，他在喝水。那你喝什么？对，是什么？新疆泉。他是不是听到我在玩？我不会，我要喝黑蓝色。黑蓝色。你有看到刚才的？黑白菜。蛋子啊！我自己选择。对，你有没有选？请选择。来。两只脚长，对，食指用头也可以。住，还在紧张。你可以说一口。哇哇！第一个立马输，立马够。好，我们三号淘汰，那我们就是黄队的4号，请上场。我想继续玩，再不听我讲。你快说之前吗？是我真的吗？好，我们要连续2次哦。我先找石头布，我先。哦，十，没有，十，输了。左右用，你们剃光头啊！你们剃光头，剃他们光头，要，好紧张哦！哇塞，好怕他扭到，直直走，直直走。冠军会看是不是？冠军说直直走，哎，我想帮你们加油，直直走，继续继续，知道你。哇，看那左右用，冠军有什么特技？这是大的，来了，没有，他左左的，我信你哦，确定？好恐怖，我不相信。知道，信我，知我，好强啊！左右右左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十，
好，我要站起来。你站着好，站着好。谁？哦，没有。五，十五，五，五，十，十，十五。左右要左，没事没事。黑白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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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要跳，这感觉快破了，这是安全的，对，好，第三选一，三弄完，哇，三选一哦。你不要等，完美完美，很重要，完美，加油，你一定要，一次机会，一定要赢，然后你跳，黑白，男生男生哇，你要跳还是他？你跳，他跳，你跳，你跳，你跳，这最后一格哎，我都没跳到哎，好，不一定，没有，所以二选一选错，就选错，二分之一的几率，对，左右右左右，好像有点幸运哎，对。右，要先要，没有，没有，你要做你想做你自己了。他先跳一下 unicorn 再跳。哇！你要啥脸色？你要啥脸色？他还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们恭喜欧总挑战成功。
第三关跳跳生死斗，这一关是个人战，一对一进行九宫格的跳跃攻防战。进攻方跟防守方在同时排或横排的话，那就是进攻方得一分，那先获得两分的那一个人就获胜。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会抽签决定就是挑战者，然后你可以指定就是你要跟谁来进行对战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抽出我们第一轮的对战。先抽别人吧。辣眼珠。怎么样？超会的！我要选谁啊？你可以挑弱的。那你选一个你的菜品来。哇塞！我刚刚强的就是最强的，好看好看。剪刀石头布，好来。所以是小赖先攻，你不能跟我挑同一个。你们要数三二一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你可以用翻的，等他想好再三二一。好来，三二一。跳！好，换完跳啊！跳好高！一二三！哇，好厉害！好厉害啊！是有点久。他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？值哎！好，文婷先获得一分。好的，三战两胜。是继续啊？目前一比零。一比零。对，那回归，那换谁？回归啊！开选，剪刀石头布。他很恐怖，小赖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他有策略，我感觉到。先脱鞋，他认真玩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看，他假装原地。好，三二一。有啊，你在中间耶，在中间，好强哦！我刚刚是用这种芭蕾舞者，芭蕾舞者，好强哦，下墙了，高在那里，刚好刚好。一比一。好，换麦文婷攻。决战，文婷攻。好，一二三。哇！你是芭蕾舞者，你很想芭蕾舞者，左脚，脚踏实地，用拇指走路。拇指走路。一二三。哇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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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换谁换谁？换我啊！换他，换他攻。一二三。好，恭喜文婷获胜。小妹定住。好，我们下一个。来，幻君。你不要直接跟他打。没有啦。好好来，就是你。他说好。他说好。好啊。好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决斗，你不要搞错。冲动治疗感，剪刀手布。好，艾丽，艾丽先。空中治疗，三二一。哦，好，差好远，差好远，差什么？差什么？一二三，哦吼！有女人心机哦，有啊，有，要原地跳，好好，谢，哎，继续，继续，三二一，哇，好远，好远。好，惊讶个屁！决斗，决斗吗？你不要决斗，对，好，一，好，你怎么站在前面？来了来了，一二三，中间在中间吧，中间中间中间，好，好，皮要换局，三二一。艾丽赢了，艾丽赢获得一分。艾丽，你是高手，真的太好一分。我有策略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往那边偏。那边，左边偏，不要乱动，往右边偏，不好说。好，来，好，再选第二round哈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好，好，一二三，三。一比一，刚刚心情怎么样？我不开心了，我拿捷豹了。啥意思？不是你拿捷豹呀？你不要，他以前扑过来。你对镜头标一下战力指数，战力指数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表情，你这个表情，哎，那个坐下。终极感，终极感，再选剪刀石头布。我死，好，好。一二三，三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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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居然是不是手很痛？害羞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我在空中看到阿丽的表情是超爽。嘉诚，那嘉诚，我选范凡，范凡，他要撞你，刚出来他要撞你啊！刚刚知道怎么玩吗？知道，刚刚有学到吗？你先跟弟弟说你要踩哪一格，他往那边飞，对对，往那边飞一个，你跳不远就看，你不要跳太远了，跳到了。你哪做得到了？反正你趴着都没有到那个，真的。先玩再说。对，你很有默契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行，不是同一排。是决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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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猜拳。然后说不，然后说不。好，换你。好，撞起来。一二三。三。我要撞到没有？你刚刚说的，你刚讲哎，来借我一下，你刚讲。在那边抖，在抖，在抖啊！抖什么？你刚刚在这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输了。然后说不，再一次相遇。我攻我就不闹，上面上，好不闹不闹，攻我就不闹。一二三，哎，换你攻。一二三，啊！哎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就是这样，没有这样跨出去了。我假装，你刚刚假装一个，好，走吧，法官，继续，好，换我攻，一二三，哎，哎呦，好，好，加成功。一二三，哇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你现在都输哎！哇，我们气势好逊哦！没有，你们都没有在玩游戏，你们在联谊啊？你们两个，我有认真，真的激动哎！我玩超认真，我根本没认真战斗，紧张到半死。再一次，来伟俊。你要选谁？我完了吗？哇，祖安很强，那我选子欣。哎，我选祖安。好，我就强强对决，不要强。高手过招，你要撞，你要撞，我不要撞，我不用撞。高手过招，我们真的对。剪刀石头布，布好。伟，谁先？伟公，伟公，我攻，我攻，伟公，伟公，伟公。对，三二一。我发现我已经最近玩游戏都会先剪辑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有一个临界的朋友在陪他。一二三，你干嘛干嘛这样？好恐哦！你干嘛？你打滑倒？我要留那个，你玩的脊椎很小，对，好，伟进攻，一二三。哇！高手过招，高手过招，哎，主安很会猜哦。快成功！枪枪对，转攻他了。主攻，主安攻，主攻。啊！哦，一二三。你们在斜对角，他们在斜对角。你看，好帅，好笑。你们刚刚两位用同一个招式，同一招式，好笑。抛在原地，抛在原地，撞招，撞招。撞招，撞招，靠背，靠背，靠背。哇！你输了，哦，祖安一分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伟进好 man 哦，伟进毛起来，我们这周还没有人赢，伟进今天有战力指数，起来，战力指数，对啊，我要赢，指数，来，祖安来一个，好久，祖安来个战力指数，剪刀石头布，一二三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是差一条，刚谁少？你们判决真的很精彩，他们对决超长。一二三，哇，输好了，恭喜祖安获胜，好强哦，公主赛，公主赛，他有在想，很强，严
销单促销，是你们守住，压力好大。我们现在五派全输了，一派全输，剃光头，剃光头，我们糊涂了。一，互相先，三。哦，元宵也很强，是田径队的吗？哦，我是田径队啊，我腿偏长。原住民，原住民，国小，好强哦！一、二、三。哇哇哇！他刚刚骗我哎，没有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，他刚刚骗我。没有，他刚刚真的就是想。他没有骗，没有，听见一个要我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好，但是只想在我们两个人中，想爆就没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不要说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压制压制压制，一、二、三，压制压制，哇！一、二、三，好快！我想到哪一个？你走速度快，没有，子祥是在玩碰碰车，对啊，很快，节奏很大，节奏好快，阿贝，你已经输了，你输了，是子祥。对，欧仲全赢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欧仲只有败，这是个人战吗？这是个人战，对啊。对，但是就是五位都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励签。哦。再好奇一下，我们这一边是不是只有我有黄色的卡？对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三个，共估。我也有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就累计一下大家的奖励签跟惩罚签之后，我们要进行抢奖金的环节，命运弹珠台。有全赢的吗？有，我他们太多了吧？好的，恭喜所有人都完成我们的关卡。那我们的奖励箱跟惩罚箱都已经丢入你们的签了。是。所以今天欧颂只有两位是没有存疑，但其他都存疑。好强哦！好啦好啦，那我们就要先来抽那个奖励签，然后抽出两位。全胜的是谁？都胜。全胜。好像有只有两个人。那你们派两位来抽。对，来抽。你们两个抽。好。好，那文婷先抽一个，好啊。抽起来的时候，帮我们，你要闭眼睛，帮我们咪牌一下，然后再给镜头。你拉一拉，拉一拉，拉一拉。好，抽。子祥，子祥，恭喜第一个获得挑战的是子祥。好，来那再一个，子祥再抽一个，刚好，我再抽一个，这个这里抽。子祥抽，他子祥抽嘛，好，那子祥来抽，子祥抽，抽出下一个，你也拉一下哦。哇，很老，对，有可能。抽到两个纸箱也太强了吧！哦，双子哦，加成，恭喜两位，可以玩我们的弹珠卡，耶！来中间请，纸箱先，一人一颗，你可以选一个英文字母启动，好。那你要说 lucky ball go， 哈哈哈哈哈，不要啦，刮刮刮刮刮来告我们，1500，1500，1500，对，桂林，桂林，桂林。你好快，我林远还要抽一个惩罚，林远还要抽到一个惩罚，真的，那就多一个，不是两会抽，会被的。好，来嘉诚，我们先把猪嘉诚，好，猪猪，嘉诚，好，来看有没有嘉诚要赚钱，嘉诚，平常赚比较少是不是？对。啊，谢谢。先跟他说，公司不准拿这一千哦。十一千还要抽吗？嘉诚的钱包，我们就是讲。好，恭喜嘉诚获得1000块，1000元。那因为我们有一个骷髅头，所以我们要从惩罚箱抽出一个人来进行惩罚。好，来，刚刚骷髅头，那幻君抽还是祖安抽？队长，好，来起来啦！只能抽出一位，拉大力一点，不要，你是我，大喇叭了，天，是谁？是你，感觉是你。恭喜赖燕君！你第一次抽惩罚，你是第一次抽到，这是你第一次吗？不是，我为什么今天都抽到我啊？赖燕，今天是签，今天是签王，你今天。我好歹也才输两张，那个三张都没抽，谢谢，好开心。好了，最后先让欧总来宣传一下吧。转好快，还是很近的。Unicorn 没有忘记。我们的全新 EP Unicorn 实体的 EP 已经上架了，那购买资讯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IG 里面搜寻哦。
然后我们呢之后会有举办专场，是属于欧总的一个专场，然后所有的详细时间地点都会发布在我们的官方账号平台上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，然后多关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多支持。好，那下一次见喽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的法官，法官。好，小赖要接受我们今天的心存感激的惩罚。我们今天的惩罚叫做感恩再感恩。请写下对粉丝的感恩卡片两张之后才能下班。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每一张都要100字以上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我含标点符号吗？不含标点符号。Oh my god！我觉得很可爱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最爱我的粉丝，因为脸很大，脸超强，好僵硬哦，僵到不行，两张100字嘛。就200字啊！对对对，惩罚哇，好新哦，很可爱的惩罚。对啊，心存感激啦，心存感激，谢谢粉丝支持我们娱乐百分百。真的，好了，支持欧总哦，谢谢。那由于你游戏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好的，我人生呢算是第一次在鱿鱼名游戏抽到惩罚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惩罚呢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是要写给粉丝们，所以我就是 to 我的赖打。好，两张都一样，我刚刚写卡片有个最快的速度，就是头都一样，头都一样。好，等一下啊、哦。来，两个100字的完成，就要送给你们喽。那怎么抽奖？再看我们的官方网站。拜拜，下班，下班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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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头很晕。